苦，我们今天用具体的行动上街头来表示我们对政府的不满。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大家，如果说对最近的议题有感觉的话，一起加入我们优选的行列，我们一起来告诉我们的政府，油电双涨，让我们民生非常的痛苦，百物齐涨，让我们非常，让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痛苦，我们快活不下去了，混一点都没了，所以说难请非劳，难得打乱的部分，难得打乱的部分，要难得进入来表达，依然难得进入，依然只要推进了进行的桂林来对，也当时留人平民的小老百姓的生活，而不要一味着站在企业、站在财团的立场来跟来做事政。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政府在推动政策的过程里面脏乱如瓦、荒腔走板，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愤怒，所以我们具体的站出来，我们要行动站出来，我们在这里我们诚挚的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加入我们游行的行列，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政府，我们会长得不爽。来，后面的那个我们土产省的朋友啊，跟我一起，我们让路边的先，路边的朋友先听到我的口号啊，政府混蛋，政府混蛋，台湾完蛋，台湾完蛋，政府混蛋，政府混蛋，台湾完蛋，台湾完蛋。各位路边的朋友啊，我们这一列的行动队伍今天可能会对你们交通上造成很多的不便，在此致歉。可是我们也很诚挚的邀请你，等一下跟我们一起到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朝着这个混蛋政府丢蛋。为什么说他是混蛋政府呢？你们看到我们前面走过去的队伍里面，我们有百物齐涨，我们把所有现在在涨的物品通通吊起来。各位看到涨价了没有？我相信我们前面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就是我们未来主人翁。可是呢，他们面临一个父母接下来劳保缩水的生活，他们的祖父母、他们的父母劳保缩水，请问下一代的希望在哪里？你们也看到，我们前面有两部车子，很不得已，我们用推车的方式前进，因为我们大家都受不了了，车子已经加不起油，老百姓工资又不涨，我们只好用推的。年轻的朋友，这个社会接下来就是你们承担，你看到了没有？你们上一代的祖父母可能没有退休金，没有资遣费，你们的父母可能面对到退休金缩水。接下来我们的政府要救经济，救经济是什么方法？工资重涨，是把我们的退休，把我们的劳保缩水。请问他们如何来老年？他们没办法老年，不就承担到你们身上吗？你们只要一出来工作，你们缴的健保费比你们的父母要加一倍，你们领的比你父母只能领得到八成。各位朋友。